影相就是捕捉静止的一刹，无论有几快，一按掣就会静止，跟死亡无分别。我拍了张相啊，我拍了条线。呢啲嘢唔可以乱影噶。我影嘅时候好惊啊，但而家又好似好兴奋咁。你平时唔系咁噶。你呢排做咩唔系写啲咁核突嘅相嘅？我唔想伤害佢哋啊，我朋友又控制唔到。我差啲俾你影嘅嘢吓死，边个会搞埋呢啲嘢啊？个人一定知道你中意睇。